네전아닙니다有韩国金球奖之称的第五十届百想艺术大赏，在27号晚上由韩国知名搞笑艺人刘在石的主持下，盛大公布大赏的名单。제50회 LF 백상예술대상 TV 부문대상입니다전지현씨축하드립니다哇，千颂伊全智贤获得典礼最高荣誉电视年度大奖。只让全智贤情绪激动，他上台除了要对观众朋友道谢之外，要谢的还有他。먼저별에서온그대를많이사랑해주신정말많은시청자여러분들한국을넘어서정말아시아시청자여러분들께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그리고별로가지않고지구에남아준우리도민준씨想到自己暌违15年再度获奖，最后讲着讲着，竟然喜极而泣了起来。오늘이상은사랑하는저희가족들과문화창고식구들그리고저희김선정대표님과함께이영광을나누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而杜敏俊欧巴则在此次以《来自星星的你》入围电视类最佳男演员。또별에서온그대를시청해주시고도민준을사랑해주신예세상의모든여러분께감사드립니다예마지막으로예천송이씨사랑합니다감사합니다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同样身为星迷的台湾艺人陶晶莹在现场也忍不住拿起手机猛拍，还下跪献花，让都敏俊欧巴吓了一大跳。来自星星的你自去年12月开播以来，创下前所未有的超高收视率，而相信都敏俊欧巴和千颂伊的爱情也将是粉丝们心中永远的经典。国际中心苏博勋编译。